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老师，请打开国语第三课。我们今天要上的是《老鹰不飞》。好，在上课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两张图片，请说说看，这两张图片中的老鹰有什么不一样呢？来，请先看右边的这张老鹰的图。这张老鹰给人家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雄壮威武，神采奕奕，炯炯有神哦。对，但是呢，再看看一下左边的这张图里面的老鹰，它给人家的感觉呢是神情落寞的，是表情难过的，甚至你再仔细看一下，它的眼角还泛着泪水哦。来，为什么同一张老鹰它却有不同的表情呢？是不是代表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研究哦。好，那再想想看，如果你是老鹰的话，你想要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是自由自在，还是没有办法飞翔的日子，然后呢变得难过呢？等一下我们在课文里面都可以得到解答哟。法语文小学堂，哎，这是这篇文章的第一段，它很成功的在四行字里面清楚的交代出写文章的四大要素，那就是人、时、地、事。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人在哪里呢？哎，这里的人指的是游客。再来，时间是夏天，炎热的季节。地点呢，在外木山下。那发生什么事情呢？或者是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呢？这里写的是游客们正在戏水这件事情。好，第一段呢，炎热的季节，外木山下，阳光正拨弄着海水的琴弦。这里用了拟人法哟，他把阳光当作人一样，可以玩着水，拨弄着海水，所以它是拟人法的用法。再来，游客呢，戏水的声音是夏天最愉悦的音符，最快乐的声音吼。那么这首诗用谁的角度来续写呢？这里出现的是我，我盘旋在渔港的高空，我呢，就是第一人称，由我的角度出发，来写我遇到什么事情，我的感觉是什么，或者是我的心情如何。所以呢，它是用我。那我盘旋在高空，你自己想想看，它会是人吗？如果是人的话，有办法飞翔吗？所以它应该是动物哦，把动物用拟人法的方式来变成人一样，有动作，有感情，有想法。所以这里呢的我是谁呢？等一下我们再来探讨。但这里用了拟人法，我飞翔，我盘旋在这渔港的高空，来看下面的景观。好，这是我们的第一段。再来，作者用了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从高空俯瞰下的海景景致。因为刚刚有说我盘旋在这个渔港的高空，那这个盘旋呢指的是飞翔的意思齁。我在高空中盘旋着飞翔着。那么从高空往下看可以看到什么呢？来，第一个形容词出现的是我看到了多变的山石，我看到了美丽的礁岩，我看到了宜人的步道。好，所以这里呢用了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从高空俯瞰下可以看到的一个海边的景观。那么海边的景观呢，当然就是多变的，因为海边的岩石呢容易受到海水的侵蚀，然后可以出现各种不同的样貌哦。所以这里出现的是多变的山石，然后出现美丽的礁岩，这个礁岩指的也是被海水侵蚀后所造成的岩石，比如说像珊瑚礁啊等等之类的。那么人们呢在这个美丽的山石、美丽的礁岩旁边盖了让你很好走，
然后看到美丽风景的步道，所以这个是从山天空盘旋的时候可以看到的景观。那这个目的呢，是让我们可以试着从老鹰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因为它在空中盘旋，然后呢，它看到的景观我们不知道是怎样，所以利用我来形容我看到的景观，让大家好像也跟着它一起在空中飞翔，有看到同样的景观哦。好，再来，在这一段里面，他说我是一只在最高处看着城市的老鹰，来这里就好像有谜底揭晓的感觉，所以我们 就可以很清楚的明白，这一刻的我指的是老鹰，然后从老鹰的 心态来写这篇文章，从老鹰的感受来描述这篇文章。所以在这个海湾最美丽的风景，我经常在此流连与驻足。这里的流连就是指不断的在原处不断的徘徊，然后反复的飞翔。驻足呢，就是停留。那因为这个海湾非常的美啊，所以连老鹰我也经常在此流连忘返，舍不得离开哦。所以我是一只在最高处看着城市的老鹰。那么老鹰呢，你看一下，老鹰喜欢从高处来看着城市，说明老鹰喜欢盘旋高空的生活习性。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老鹰的话，那么在空中飞翔会不会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呢？所以老鹰喜欢从高处往下看的这个城市 的样貌，那其实也给人家一种老鹰喜欢高高在上的感觉哦，所以他从高处看着下面的城市，看着在下面生活的我们，还有及其他在地面上生活的动物们。所以这里的高，这里的老鹰说明的老鹰其实是住在高高的山上，然后在高空盘旋来看着我们。所以老鹰的地位感觉好像是比我们高了一些些哟。好，那老鹰又看到了什么呢？从老鹰的角度往下看，海上的渔船呢，像是从我脚边飘落的叶。那么这里就是一个譬喻法，渔船像是从我脚边飘落的叶子吼。所以感觉你看老鹰是不是更骄傲了？渔船在他的脚边就好像一片小小的落叶一样哦。那点点散落在海面上，代表渔船呢从空中看下去，就是一点点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样子而已，所以代表由空中往下看，地面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小小的，小小的哦。那么点点散在海面上，代表渔船的数量其实是很多哟，点点的排列在海上。好，那我从空中看下去呢，这个你看高空俯瞰下的渔船，小的像一片叶子，点点呢表示数量很多，老师刚刚有说过。接着你看一下，从高空看下去的海水呢，好像山的裙摆，风一吹便露出细细的滚边。你想想看哦，海上是不是会有波浪？那如果波浪呢，海浪撞在山上，就会溅起白白的浪花。所以呢，这里风一吹便露出细细的滚边，好像露出细细的滚边，好像漂亮的蕾丝一样。所以这里指的是海浪撞击在山的时候产生出来的白色的浪花。那么作者呢，把它形容成好像是这个山势的裙摆，水是山的裙摆，然后在海上飘荡着，露出细细的滚边、哦、很有一个动态的感觉。那么从这两句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对山跟海有一个更具体的想象、哦、所以这个是作者厉害的地方。然而这里呢，你看一下哦，哪些原因造成老鹰无法高飞？想想看，这一课的文章题目是不是叫做老鹰不飞？那么老鹰不飞是不是代表老鹰无法再高飞了呢？所以呢，想不想知道原因，就从这里来找出来哦。好，然而我已经无法再高飞了，这个然而呢是一个转折，语气的转折，
也可能是情节的一个转折。好，那我们回想一下刚刚前面老鹰是不是在高空中自由自在的飞翔，然后从空中俯瞰的整个大地，所有的一切呢在他的眼光里面其实都是小小的哦，但是我已经无法再高飞了。原因是什么？来，这里有写的，前几天我把几颗宝丽绒球当成小白鼠吃进了肚子，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昨天我又被锐利的渔网划伤了脚。好，所以这两个原因造成他没有办法再飞了。所以请问这时候你觉得老鹰是开心的还是悲伤的呢？然而我已经无法再高飞了，其实读起来有点淡淡的伤感。那是谁造成他无法再高飞？你看一下，他吃了不应该吃的宝丽绒球。那小朋友们想一下，宝丽绒球是谁制作出来的呢？我被锐利的渔网划伤了脚，就是刮伤了的意思。小朋友，你们再想想看，这个锐利的渔网又是谁制作的呢？那为什么会让老鹰受伤呢？会让老鹰不小心把它吃进肚子了呢？是谁造成的呢？应该是人类吧。哦，人类制作出来的东西没有好好的回收，没有好好的去爱护这个环境，然后让老鹰误食，不小心把宝丽绒球当成小白鼠。那为什么他们会不小心吃进去呢？哦，刚刚不是说老鹰其实在空中飞翔，所以他们其实是在空中，然后观察地下的猎物。当他们找到猎物的时候，他们会从高空俯冲下来，然后呢把它吃进去。那么宝丽绒球远远看下去就是一颗白白的小球，很像一只小白鼠，所以老鹰才不小心然后从空中俯冲下来，就把它吃进肚子了。好，那宝丽绒球其实是没有办法消化掉的哦，所以当你吃进去之后，它就会存留在你的肚子，然后最后会伤害你的胃肠。好，那接下来我们看那个渔网是锐利的渔网。那为什么渔网会这么锐利呢？小朋友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要捕鱼，那渔网不够牢固的话，你把它撒下海里面去，海水里面的鱼是不是很容易就挣脱了？是不是很容易就把渔网咬断，然后他们就可以逃脱了？因此人类要捕鱼的时候，就会把渔网做得非常非常的牢固哦。好，甚至它的线其实是不容易扯断或者是咬断的。那因此呢，如果老鹰不小心从空中俯冲下来在抓鱼，或者是停留在岸边然后踩在渔网上的时候不小心被渔网绊住了，那么老鹰如果想要挣脱，不断的努力用力的情况下，它的脚有没有可能就被渔网割伤了呢？所以现在的老鹰它只能站立在这个矮矮的礁石上。为什么它只能站立呢？因为它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在高空中飞翔了。所以有没有感觉一点点淡淡的哀伤？好，接下来你看一下哦，没有人的时候才探出头来聆听大海另外的乐章。那为什么老鹰要趁没有人的时候才探头出来呢？来，因为老鹰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高空盘旋，然后呢其实地面上有很多的动物是它的猎物，比如说我们常常玩一个游戏叫做老鹰捉小鸡。对，所以呢其实大部分比它小的很多的小型动物会是老鹰的猎物，所以它从空中俯冲下来的时候，哦，很多动物就会来不及跑，就会被它捉上去吃。可是现在你看，换老鹰不能飞了，然后呢你看一下哦，没有人的时候才探出头来，是不是代表老鹰其实是害怕了？怕谁呢？
如果他不能再飞，不能再逃跑的话，那他们有没有可能会变成其他人的猎物，或者是人们会趁他不能飞的时候偷偷去捉他呢，把他捉起来。好，所以老鹰这个时候的心情的转变是不是变成有点畏缩，开始害怕，不像一开始这么骄傲的在空中翱翔呢？所以这时候的老鹰只能趁没有人的时候才敢偷偷的探出头来，然后呢去聆听大海另外的乐章。好，你们想想看哦，一开始有没有讲到夏天游客的欢笑声是夏天的优美的乐章，可是这时候呢老鹰受伤了，只能趁没有人的时候才探出头来。你们觉得他听到的会是什么声音呢？什么乐章呢？是开心的还是悲伤的呢？想想看哦。我觉得应该是悲伤的。这时候因为老鹰开始害怕了，他没有办法及时逃跑保护自己了，所以他听到的应该是悲伤的音乐了。所以这个前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前面的老鹰可以在空中飞翔，可以欣赏他脚下的所有的景观跟事物，但现在呢受伤的老鹰只能站在矮矮的礁岩上，不是高高的天空，而是矮矮的礁岩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哦。那只能趁没有人的时候才敢探出头来聆听大海另外的乐章，连这个另外的乐章作者都没有写得很清楚，要你自己去想象什么叫做另外的乐章了。好，那么想想看，在下面这些情况是谁造成的呢？你看看刚刚的老鹰不能飞了，这个照片里面的海龟能不能游的呢？很明显不行了，对不对？它被渔网缠住了。那么如果照片中的海龟想要挣扎离开的时候，它越出力的下场只会被缠绕的更紧了。好，再看看这一张图。来，这一张海龟的前面有很多的塑胶袋，那么感觉这个海龟正张大嘴巴想要把塑胶袋吞下肚子去。那小朋友想想看，如果真的他不小心又把它吞下去的话，最后的结果海龟有没有办法活下去呢？是没办法的哟，因为塑胶是不能被人类被动物的胃消化吸收，所以最后这个塑胶袋有可能会缠绕在它的胃里，然后最后让它的胃没有办法再吸收其他的食物，最后的结果海龟有可能会死掉哦。那么这两张图你们去想想看是谁造成的呢？我们人类应该要有怎样的反思呢？好，你看一下，再回到这两张图。来，老鹰为何不飞？是它不想飞了，还是它不能飞呢？来，从课文里面的脉络我们知道，老鹰不是不想飞，而是最后它受伤了，不能飞了。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人类制造出来的很多垃圾危害了他们的生命，破坏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哦。好，那这一课让我们想想看，如果老鹰不能飞了它怎么办？如果海龟不能游泳了该怎么办？那最后再想想看，如果我们人类有脚却不能走了，那你又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所以希望小朋友得到学完这一课之后，可以去想一下，我们可以为这个地球，为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生物来做些什么，来改变什么呢？那么如果你想得够清楚，然后你也开始有所行动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从这一课里面学到东西了哦。好，所以课文中的老鹰不能飞了带给我们什么启示，请大家回去想想看，然后看我们可以有哪一些改变跟作为来帮助我们的生活，来帮助地球，甚至帮助很多的动物哦。好，那我们的这一课就上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看。